就去工作的时候，我婆婆会带啊，嘿啊，就我婆婆带啊，嘿啊。那以前的那个，就是都是在就是种田这样子啊，那家里又蛮多小朋友，那时候会有没有很辛苦的？哦，当然一路走来是特别辛苦哦。那时候自己的工作做完就赶快赶着去做别人的啊。啊，帮助一些，那时候就又要买米买菜那些啊，那时候的那个工资也很低呀、啊，哎呀、啊，啊，到最后小孩子都在有哎，那时候大的要读读国中了，啊，最后就他快要上高中了，就已经那时候就七个了，七个就。想说这样的话哈，要付学费哈，很重啊，没有办法啊。啊，那我就开始想说，想要做生意啊，就开始做生意，做早点。哎呀，我想说，如果那时候都大部分都种凤梨嘛哈，按两年才收一次啊，才可以收成啊，要种两年才可以收成啊。我就想说这样哈，这样的话负担很重，真的没办法就。开始想说做生意这样，现在哎呀，他们都很孝顺。如果听到 我怎样的一稍微那，他们就全部就一起，大家就赶快回来看。我之前脚受伤了，要去选举的时候，结果被人家撞到车祸了，我小孩子都很担心哦。哎呀，辛苦。哎呀，所以现在都嘛一直叫我说妈，你身体要顾好，你要那，哎呀。